他当初他跟国家发展协会啊，他没有合作啊，啊，他们就可能就节目聊一聊，聊到火车，聊到什么？聊到铁道啊，火车啊。啊，他就去查，那个主持人就去查。听得懂英文了、哦？ ICRT 我听不懂。他说对啦，我很鸟 啊, 啊。没有，你就跟人家老师讲啊。我有时候听不懂，我怎么听他就讲什么？啊，你有意愿就好啊。啊，有没有？他有没有人就看他们啊，你懂吗？那你就去吧。你跟人家有讲有意愿就好啊。对。哎、欸，人家好不容易看到你表现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不会英文，现在干嘛？欸啊，不会，但是你有说你有意愿啊，人家还是会想办法。那就叫你就去啊。对，啊，主持人讲英文就好了。那你就这样子。啊，你有刚懂吗？我刚懂。对，拍了几万部影片有效了哈。啊？对，拍了几万部终于有效。什么海外？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？对啊，还有六万呢、欸，六万呢、欸。现在又有六万了，对。那是没话说。啊，你有惊到我？哦。我有惊到。对。啊，说他怎么会找我去？他叫我去分享火车、啊，那你就去吧。对，我要说阿狗狗帮我，不要害我。所以有一个老师傅很好。好，拜拜。今天317哦，410是吧？729号，阿练整他妈的410是属于妈的，和中华灯往台东。阿练你一分，他有指指打哦。我猜你是23037的边道两来车带线的，你知道？在山南关闭车门，摄影师看我看。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摄影师，开往台东的新志强，在山南十里，我们参加影展期。啊，一一一三五次看北湖八哦，绿色呀什么的就把行。930圈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九马的就喜欢看北湖。